艺人陈仙梅搭乘剧组车辆时发生了车祸意外。昨天下午，电视台剧组的车辆开经过新北市林口路口时，跟一辆左转的轿车发生碰撞。好在整体车祸没有人受伤，而双方驾驶也都没有酒驾。详细的事故原因，警方正在调查。不过当时陈仙梅仍旧坐在靠近撞击处这一侧的窗户边的位置。他也还原事发瞬间，表示车祸当下，他心里想着完了，还想到家人的脸，直呼扎扎实实的被吓坏。十字路口，一辆黑色轿车左转，突然砰的一声，与对向相行车发生碰撞，惊险场面。换个角度再看一次，黑色轿车打方向灯，但左转时并未注意对向车道，相行车疾驶而来，碰撞前相行车驾驶反应快，紧急往右侧偏移，但依旧在路口发生碰撞。黑色轿车前方部分车壳喷飞，零件四散，车灯碎裂，车头全毁，可见撞击力道之大。事发在28号下午4点多，新北市林口区文化二路二段与宝林路口，黑色轿车左转时疑似未礼让直行车发生意外，而直行车正好是电视台剧组车辆。当时艺人陈仙梅就坐在车内，她还原事发瞬间，表示转弯车没有礼让他们剧组的直行车，就这么高速撞上，而且就撞在她坐的这一面。那一秒，她手紧抓着车门，眼睁睁看。看着他撞过来那一秒，好长好长，还在心里念上一句完了怎么办。那一秒长到可以想到家人的脸，他直呼扎扎实实吓到了。一辆自小客车左转时疑因未礼让直行车，导致与对向车辆发生碰撞，所幸现场无人受伤。对此，剧组电视台也回应，当天是剧组要出外景，当时是直行车被转弯车辆撞击，幸好车内工作人员及演员都有系安全带，人员皆平安，谢谢大家关心。据了解，双方驾驶都没有酒驾，详细车祸肇责原因还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。记者新北市综合报道。